帮姑哥哥哥啦。哥，过来过来过来。我们现在在佛手洞，佛手洞在日治时代被当成防空洞使用，又因为过去洞内里面曾有蝙蝠的栖息，所以又称为蝙蝠洞。在多年前由基隆市政府重新的规划改善，佛手洞原本为一处天然的海蚀洞穴，在洞内深处的石壁上方有天然风化形成像是手掌和节力的纹路，惟妙惟肖，就像是佛的手掌一般。又因为位于仙洞岩的隔壁，所以又命名为佛手洞。那我们赶快一起去找香蕉吧。好啊。哇哇，这里好漂亮哦！这是海水侵蚀过后的遗迹耶。哇，那我们快一起去找香蕉吧。好啊。太重要了！哎，在这里啦！啊，找到了！找到一根了，我们赶快闯下一个地点吧。好。好冷哦，这里是哪里啊？啊，这里是百米望炮台，其为国家三级古迹，它的海拔高度为60到70公尺之间。据说啊，这里在荷兰时期就已经建造了哦，所以它另外名字叫做荷兰炮台。那大家现在看这些炮台呢，是日治时期所重新建造完毕的哦。了解了吗？了解。好，那我们快点去找我们的香蕉吧。走吧走吧。Go。先去吃午餐吧。好耶！耶！到了。哎，我手机嘞？哎，不在我身上。等一下，明明就在你手上。哎呀！笨呢，好，我简讯来了啦。我跟你们说，金山老街啊，长大概1公里，然后啊，它起点是以这个慈雾宫为起点。然后重点是他们是北台湾啊为仅存的一条清代老街哦，老街里面啊有名的一口酥，然后还有巴士地瓜，还有鸭肉啊，让大家来这边都会带一堆伴手礼回家哦。然后再加上啊老街里面啊有保存许多之前清代店家的东西，像是他们的棒秤啊，还有一些红色的木板砖，让整条街变得很古色古香哎。我现在肚子好饿哦。我也是。那我们先去吃东西，我们再去找香蕉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走吧。走，耶耶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耶。热狗 get。我也是很热。谢谢。来金山就是要吃地瓜，他们的特产。啊，热烤烤。走吧。哎，你们在吃什么啊？我们在吃地瓜球啊。你们看，我刚买了大热狗。啊，怎么变香蕉？怎么变香蕉？怎么是香蕉？好，这样也好，这是我们要找到的食材啊。可是我肚子还是好饿哦。好了，你等一下，我带你去吃更好吃的东西。走吧，走吧，耶！哦，然后我们这一道的用蜜果虾，这间咖啡厅的叫做白日梦厅咖啡。那间咖啡厅呢是有一间废弃果条改造的，它那边落地窗放眼望去是一片海洋，然后后面的话是一片绿油油的山景，然后在这边和亲朋好友们可以一起度过美好的下午时光。没错，那吃了这间好吃的甜点之后，我们就去寻找我们的香蕉吧，耶！哎，我
们一起拍照。好好好，帮你们拍。好。看这边，看这边。一二三。这样怎么样？等等等等。哎，你们后面有香蕉啊。现在只差中午的香蕉。我们可以赶紧去找他吗？好，走。哇，你看这边都是沙子。没错，因为这就是位于新北市石门区，被世界政评选为台湾八大秘境之一的老梅绿石槽。老梅绿石槽是大鹏火山爆发后遗留在海岸边的火山礁岩，经过长时间的波浪，湿地松软的部分被侵蚀，留下较尖的部分形成纵状沟槽，散发滋润的石槽岩面，慢慢的形成出绿色的石砖，海藻吃着海藻。石槽现在被网美们称为抹茶地毯的老梅绿石。好，现在赶紧去找香蕉吧！耶、香蕉在哪里？一定要找到，一定要找到！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可以回去了，我可以回去了。我们有三张照，我们去松木飞船一起回到外太空去吧。哇，一整天都过了，虽然今天很累，但是我觉得很好玩哎。对啊，想不到北海岸有这么多好的地方。对啊，而且我刚收到这么多三张，可以回去了。终于回去了。走。哎，你们在吃什么啊？我们在吃地瓜球啊。吃什么啊？我们在吃地瓜球啊。笑。哎，你们在吃什么啊？我们在吃地瓜球啊。